赶紧离开！糟了，估计洛洛出来了。洛洛是我们星球变异最厉害的变异人，你一定要好好看住他，免得他出去造成什么灾害。 宇宙飞船去把露露接回来。可是，宇宙飞船被人破坏了，就算是要修复，也是需要时间的。什么？白云，你听得到吗？我在。现在有个紧急的任务，要你马上去执行。是。 这黑漆漆的，肯定找不到人。当务之急，得先恢复电力。
感觉真好，太舒服了。咦，难道刚刚的停电是我造成的？啊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玩好吗？好啊，走吧。你怎么不动了？不想跟我玩了吗？疯子，你跑哪去了？你是个骗子，不想跟我玩，就想把我关起来，我不想理你。洛洛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就想玩。你再这样玩下去，就会闯祸的，不能再玩了。要我不玩也可以，除非你能抓到我。抓到你？我现在不是已经抓到你了吗？你干什么？到底还有多少特异功能啊？
太孤单了，我想让他们跟我一起回去，陪我玩。孩子实在是太调皮了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贪玩会对人类造成多大的伤害？我没有朋友，我只是想交朋友。交朋友是要害朋友吗？他们要是死了还怎么陪你玩？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洛洛，听哥哥的话，回去吧。以后啊，等我有空了我就去看你。真的？真的，阿公。